许志安呢日就为慈善参舞会表演，提到安仔早前为动画电影唱嘅粤语版主题曲大获好评，就连墨西哥嘅网友都赞好、哦。自己都冇想过，其实意料之外咯，反而咁讲，不如咁讲，因为自己喺自己嘅平台啦，就唱咗呢只歌，即系自己，因为我自己冇乜机会去唱呢首歌嘅 live。既然系咁，公司同事又提议，咁我好啦，咁我自己又试下弹琴，又试下唱歌咁。但系个出嚟嘅反应都好好咯，多谢啲网民嘅支持。除了唱主题曲，安仔亦都有份帮套动画配音噶。之前仲带埋邻居个女一起去睇首映，小朋友仲感动到喊添噃。我同个六岁嘅小朋友去睇啦，隔篱邻舍睇完之后咧，咁我话啊，点解啲人仲未走嘅咧？即系完咗场之后，原来系因为嗰个情绪未落翻嚟，即系感动嗰个位置，好厚啊，因为咁所以咧，啲人咧就唔走喎。咁我都冇走，因為個小朋友喊緊，咁啊喊緊，咁我咪幫安慰佢啦，跟住同佢出去食嘢啦，氹翻佢。但係會睇第二次嘅英文版，佢話：哦，好啊，應承你啊，帶佢睇英文版。咁唔知老婆 Sammy 又有咩評價呢？好啊，我覺得佢哋都講話呢部戲其實佢係大人都啱睇嘅原因係最好係一家人睇，可以講，因為一家人睇係。會出嚟同對方講、哎，我真係好掛住你，我真係好愛你啊！咁我覺得呢件事就已經係好温暖嘅一件事咯。另外，安仔最近就受洗成為基督徒，唔使講，一定係受 Sammy 感染先有呢個決定咧。我覺得唔係呢件事係自己同埋即係神嘅一個關係嚇、啊，就感染當然有，但係就自己決定啦。咁係有啲又係有啲。改變啦，個人咁樣，所以係一件好好事，好温暖。